我这票得留投给刘雨欣了。我们现在太圈粉了，天哪！我怎么这么好看？这么好看？那个不就是我吗？非你莫属！非你莫属！要开始了，要开始了。 DJ 老师，可以关音乐了，放一个紧张的音乐。这是脸呢？这娃为什么没脸啊？你们把这眼睛抠下去了？这是什么？是植入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他会对我说话？是什么？是要给他画画吗？是什么？他会爆炸？ 那他肯定会突然叫，感觉你们都在等我的反应，是不是？我在等你给一个机会让我说话。就是这么坚定，还没高呢。吃的啥？你们吃的啥？真的不用吃了，有点甜。不是这个，志明 ，R&B 难唱吗？难，你不要，就是不要碰那首歌。哎，你想选哪个？你那麦子不错，你呢？是麦麦F，因为那是最适合我的。 你们怎么都想选Slay的？我其实也想选Slay的，但我觉得我怎么这么好看，没有我的话不行了，你觉得吗？你也选那个啊，刘雨欣？你选嘛，我带你。<笑>我觉得你要突破一下，我突破，所以我不选这个。会长。时尚穿搭。<笑> 穿搭当然得有我们。哎，等一下，时尚芭比才时尚七三四。走，哈，我来了。绝绝，绝绝在被迫。现在有什么想法吗？我想看看我的对手是谁。好可怕！现在，请。 选择虞书欣作为对手的选择生，起立。哇！这么多人，虞书欣。虞书欣，张冠希，全是。Night One。哇！怎么这么多人？哇！赵宇哥可以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多人？ 哎，好丑呀！怎么这么丑呀？首先呢，我要特别感谢安琪老师。要不说你，我也不会有今天。谢谢。感恩的心，他一直教我们到深夜到凌晨。谢谢安琪老师。上来之前，谁让我给我。<笑>
给我一口吃。我也是。他说，太酷的人得多背点诗。参加过拍卖会现场的，观看过。是什么类型的？偶像剧。来参加节目后，大段大段的中文歌词并没有难倒他。十岁。然而，一碗沙拉却让他崩溃大哭。这是游戏的沙拉，玩家也出沙拉，真的吗？请在他们中选择一位，成为你的对手。我选好了。上官喜爱，哎，哇！谢谢你选。我要害怕。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所以，你们就是我怎么这么好看这一组的，成为对手的两位训练生。现在，我怎么这么好看成为对手的两位训练生，请一起前往教室。你们别没人选我。三个字，都是三个字啊，都是三个。除了哪万？那你看的是艺术品类的还是什么类型的？一般都是女主角的家产。好，我觉得游乐场大家肯定都穿的五颜六色的，一定都很浮夸。对，我们得走个不一样的，要不我穿白衬衫吧。想要一条不一样的裤子。我下班姐，我下班电脑短裤了啊。这也太短了吧，拜拜。挑战他的训练生，请起立。哟，蔡卓宜。哇，蔡卓宜。哦，徐子英。哇哇呀，你啊，哇，徐子英。请在他们中选择一位，成为你的对手。曾可妮吧。哇，我是想当你队友的。对了，曾可妮又被误会了是吗？多好啊，曾可妮，上曾可妮。我队友心中都有人选了已经，所以我就没有存在过你的队友。没有，你不是站起来了吗？我总不能挑蔡卓宜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挑蔡卓宜？为什么？